师兄啊，最近呢有一个恐怖片上映了，要不你陪我去呗？恐怖片？装柔弱是女生以退为进的最佳套路，让对方陪自己看恐怖片，制造时机躲进对方怀里。哎呀，我怕。这样都可以制造心动的效果。那个师兄啊，最近呢有一个恐怖片上映了，但是我们宿舍那几个胆子都太小了，不敢看。要不你陪我去呗？恐怖片？哎呀，人家就是想看嘛，然后又没有人陪。如果你陪的话，人家就不怕啦。你舌头不舒服？你去不去嘛？吸管撩汉法，轻轻喝一口，把吸管包在嘴里鼓起来，然后睁大眼睛，像这样。不要咬吸管。你知道有色吸管大多数重金属超标吗？砷、钛、钡。你会中毒的，行，别咬。倩啊，你怎么才来？哎，给你买了。什么不能电话里说呀？我呢，看到王府朋友圈里面说小雨现在在给你们上什么爱情脱单小课堂。怎么了？我追小雨追了这么多年，到现在都没有结果，所以呢，我想我要是能够摸清他的爱情套路，那我就能反套路他呀。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呀。哎，我都想好了。这样啊，我跟你说。一朵撩不动的奇葩。这世界很酷。